我们航天是最浪漫的职业。当太阳绕过地球，另一半的空旷，请把我叫醒。我想去看黎明。我一直记得你的理想是星辰大海。当冰霜落在秋天最温暖的地方，请把我叫醒。我想和他一样。航天设计师。散落在金色的落叶里，和泥土成为一体。坠入在汪洋的天际里，随晨曦消散而去。嫦娥一号都发射了，你的梦想被人给都牵走了呀。那不正好，等我出山，也许月球基地都建好了，我就月球卫星点征服火星，飞出太阳系。当太阳绕过地球，另一半的空旷，请把我叫醒。你好，我是158的鱼。当星辰落在宇宙，在茫茫宇宙中寻找人类和地球起源的真相，在无穷无尽中寻找另一个神奇存在的可能性，证明人类不孤独，只是搜索好生命。坠入在汪洋的天际里，随晨曦消散而去。不可讳言，在航天领域，我们和世界最顶尖的水平还有着不小的差距，但三四十年的距离不代表需要三四十年去赶超。我和同事们努力的意义、期待也正在于此。迄今为止，不负所